没有，你就这么把定时开开了？这定时，这压根也是亮的。妈呀！妈呀！不行，怎么了？他给了我一炸弹，现在我一撒手就要炸，我让你不救我！我救你哥，我让你在最佳时候你不救我，我错了哥，我错了，不能炸，真是炸弹吗？那当然。 哥，我错了，哥，他怎么不炸呢？因为我知道他怎么炸。你躲开，你听我说，哥，有一种感情叫做等等。有种什么感情叫做等等？有一种爱也叫等等。有种爱就等等，我跟我媳妇吵架，吵着吵着等等，那叫爱吗？哥，那种爱叫你等我，我都憋成那样，我都憋得转泡了，你都不救我？快点啊！